据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的估算，近两年香港教会移民的会众大约是6万人，占整体聚会人数是大约 22%， 比香港社会整体移民的数字是更加惊人的。根据时代论坛的报道，有一间本来有4000多人的教会，过去两年竟然有1000人移民了。很多人选择离开，相信主要也是因为对现况的不满和对前景的忧虑。不过当信徒的忧虑看上来比起那些没信仰的市民更加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反思究竟信耶稣所谓何事。在面对艰难和挑战的时候，信仰最重要的考虑究竟应该是什么呢？究竟作为在香港生于斯长于斯的基督徒，我们的召命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6:25-26提醒我们，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究竟什么才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呢？是我们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的依据呢？当信徒都要思想自己的召命的时候，作为全职奉献做传道人的，更加要好好地反思，当人蒙召立志成为牧养主所交托羊群的牧者，究竟初心又是什么呢？当然牧养本身也很具挑战性的。根据最近一个分析本地牧者精神健康素养的研究就显示，本地牧者精神健康素养的平均得分是 113.24 分，比美国神职人员或社区样本的平均分数是偏低的。可见作为牧者本身都要承受不少的压力。如果没有清晰和坚定的照明，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尚且都不容易，何况在风高浪急的时候，特别是当牧者的权威已经大不如前，会众无论在圣经和神学的知识都已经普遍大幅提高的年代，再加上互联网的发达，牧者的言论和引用的资料是否准确呢？会众很快就能够查证了。很难听讲句，公开讲道和发表意见往往和接受公审是没有太大分别的。正所谓言多必失，一时口快讲错说话，无论是背错了经文的章节，讲错人名地名，甚至因为精神欠佳去发台湾，讲说话有些混乱，有时都不是没可能的。如果有人故意地挑机，鸡蛋里面挑骨头，要找出错处其实不难的，压力指数可以说是不小的。再加上社会运动带来人和人之间的撕裂，家人之间、会友之间的摩擦是很难处理的。疫情又令到很多教会日常的运作受到很大影响，需要不断地去应变和回应不同的需要和意见，要一一认真地面对其实不容易的。如果遇上难缠的长执和会众，真是人都癫。当大家都渴望好牧人出现的时候，也应该问一下自己，究竟是绵羊还是山羊？不过正因为这样，这个也是牧者反思什么叫牧养的好机会。今时今日，真的有心追求圣经知识的信徒，要看一些有分量的书，上网学一些有深度的圣经和神学的教导，以至听一些激励人心和有启发性的讲道，其实都不难的。香港信徒的问题往往不是听得不够多，而是实践得太少。而大家的信仰生活多数都是着重在教会里面的生活的，譬如说崇拜、主日学、团契、小组、各项活动的质素，就忽略了信仰在家庭、职场和社会的实践，以及怎样用信仰来回应我们每日遇到的生活问题，忽视了牧者教导和协助信徒信仰落实在日常生活的那个重要职责。牧养最困难的，亦都是最花时间的、花心力的，其实是同行。约翰福音10:14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唯有真正认识自己的羊，同羊有生命交流的，才是好牧人。虽然透过讲台的教导建立全体会众，巩固信徒的基本信仰，都是牧者的重要职责，但牧者在教会以外，更能不能够关心会众的生命，陪伴他们同行，为他们打打气，为他们面对的真实处境来祈祷，可能比一篇讲道是更加有影响力的。
好嘅牧者就是認識他的羊的牧羊人，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講壇之上不吃人間煙火的講員明星。而最能夠令會眾懷念的不是牧者在台上面動人的說話，而是他們呢在他們人生的不同的階段，特別是重要的時刻的同行，譬如說親友病重時候的關心，病榻之前呢向至愛親朋傳福音，為他們行灑水禮，跟家人呢不和或者職場面對困難的時候呢為他們代禱，在婚禮當中一同來到快樂，在喪禮當中呢一同來到哀哭，唯有同行呢是其他人沒辦法代替的重要的目的。正如最令學生懷念的不是口才了得的老師，而是關心他們在成長階段裡面的喜怒哀樂，曾經跟他們一起笑一起喊的那些良師。怎樣去判斷一個牧者是不是好牧人，最後當然是上帝的事。每個牧者最後最終都是要向上帝交帳的。不過當香港的社會和教會都面對嚴峻的挑戰，不少教牧都移民，很多教會長期都沒有人可以填補牧者空缺的時候，約翰福音十章十一到十三節也都是對所有蒙召做牧者的人一個好好的提醒。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故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找住羊趕散了羊群，故工逃走，因為他是故工並不顧念羊。時勢艱難，當羊群最需要牧者的時候，究竟好牧人在哪裡呢？特別是平時喜歡叫會眾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的牧者，可能都要問一下自己，是不是都要願意為了主或者自己的羊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呢？能夠在風雨的時候跟羊同行的牧人，才是會受到羊群信賴的牧人，才能夠真正影響羊的生命。香港有1300間教會，能夠成為全港知名的講員釋經的學者不會有太多人，但每一個只要肯委身付出，都可以成為令會眾懷念和他們同行的牧者。風雨同路才能夠見到真心。